每天推荐一部好电影，请订阅关注一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今天为大家解说奇幻美剧《夜间画廊》的第一集《自掘坟墓》。硕大豪华的房子有些荒凉，亨利如今已经瘫痪，无法言语，无法行走，连画笔都拿不稳了。生活起居都要靠管家照顾，每天最大的消遣就是坐在窗口看着空空的院子。亨利有个不学无术的外甥杰瑞米，他是亨利唯一的亲人。由于母亲早已过世，再加上没有工作来源，索性赖在舅舅家里。杰瑞米时常跟管家抱怨，舅舅一把年纪了，为什么还不死？管家伺候了亨利30多年，傲慢的外甥让他的心里非常不爽。亨利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，这幅画是他瘫痪前画的，背景是豪宅外荒凉的院子以及家族的墓地。杰瑞米毫不避讳地说，他期待亨利能够早日埋在那里，这种行为让管家非常不满，可碍于教养没有发作。说完后，杰瑞米去了楼上，毫不顾忌地躺在亨利的床上。杰瑞米说，他翻看了亨利所有的信件，发现了一份遗嘱，如果亨利去世，他的财产将归姐姐所有，假如姐姐也去世了，就留给姐姐的孩子。亨利非常气愤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更没有反抗的能力。杰瑞米起身打开窗户，寒风吹进屋子，冻得亨利瑟瑟发抖。杰瑞米对亨利的病情十分了解，医生嘱咐过不能吹过堂风，否则很可能重感冒，甚至患上肺炎。但这正是杰瑞米期待的。做完这一切，杰瑞米就锁好轮椅，走出了房间。亨利希望管家能进来帮帮自己，但他张不开口，只能任人宰割。不出意料，亨利很快就病倒了。杰瑞米急切地询问遗产问题，律师愤怒地训斥他，没想到片刻之后，医生就宣布了老人去世的消息。杰瑞米再次提出遗产继承问题，律师怒不可遏，认为出于礼数，至少也要等到亨利的葬礼之后，但杰瑞米却浑不在意。管家送别律师和医生，杰瑞米向他宣布了亨利的死讯，并开出每个月80美元的薪水，让他处理后续的丧事。杰瑞米想把舅舅的画都扔掉，此时却发现这幅画里多了一个新挖的坟墓。杰瑞米大叫着这幅画被人改过，但管家却说他大惊小怪，这幅画一直都是这样的。见管家如此笃定，杰瑞米并未多想，但还是忍不住去看了看舅舅的尸体。亨利被连夜下葬，而杰瑞米丝毫也不伤心，心安理得地享受起了靠谋杀换来的遗产。这天晚上，杰瑞米惊讶地发现那幅画又有了变化，墓坑里多了一口棺材，但管家依然不为所动，认为他无中生有。杰瑞米摘下那幅画，发疯似的冲到院子里，对着亨利的坟墓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番，几乎分毫不差。他跑回屋子，把那幅画丢进火炉里，看着画作渐渐化为灰烬，杰瑞米这才满意地露出笑容。他点了支烟，就在吞云吐雾之际，却瞧见那幅画又好好的回到墙壁上，但棺材已经打开，舅舅双手交叉，似乎正在冷冷地盯着他。杰瑞米吓坏了，大声喊叫起来。管家端来热茶，他却无心去喝，质问管家是否注意到了那幅画。管家仍然说那幅画跟往常一样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杰瑞米气坏了，冲到屋外查看，却发现这幅画确实跟从前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变化。杰瑞米彻底懵了，他明明已经把画烧了。管家淡淡地说，这一切可能都是他的幻觉。杰瑞米气愤地打翻了茶具，烫伤了管家的手。管家忍无可忍，直接提出了辞职，然后离开这里去了旅馆。这天晚上，杰瑞米始终无法入睡，他听见楼下传来动静，以为是管家回来了，于是下楼查看，却发现那幅画又发生了变化，舅舅竟然从棺材里爬了出来。杰瑞米惊慌地关紧门窗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这时候屋外传来沉重的敲门声，杰瑞米抬头看去，画中的舅舅已经到了房门口。刺耳的撞击声连续不断，杰瑞米被折磨得神经崩溃，他摘下画像想丢掉它，却失足摔下了楼梯。大门缓缓开启，一个人影走进屋子，查看了一下杰瑞米的尸体，确认他已经断气，随后淡定地拿起了电话，来人正是管家。他向医生传达了杰瑞米的死讯，很快杰瑞米的尸体被埋进墓园，和亨利葬在了一起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管家的计划，
他请一位画家画了15幅画，每幅500美元。按照亨利的遗嘱，如果他的亲人死光了，那么所有的遗产都会由伺候了他30年的老管家继承。管家早有预谋，甚至准备了多种谋杀手段。送走画家之后，老管家对着亨利的画像轻轻地道了一句安息。准备回房间时，管家看了一眼那幅画，画上居然多了两座坟墓，其中一具棺材打开，杰瑞米爬出了棺材，一步步朝房门走来。管家吓坏了，不断地对着画像咒骂。就在此时，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，电影到此结束。这个鬼故事短小精悍，编排得非常精彩，没有复杂的剧情，没有绚丽的特效，甚至连一个阴暗的镜头都没有，却引人入胜。短短半个小时的章节，看过之后，每每想起的时候都会觉得毛骨悚然。好了，第一个故事的解说就到这里，最后麻烦您订阅关注一下，我是脚本，下个故事再见。